拜开始前，我们先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我们三一的真神。选读的那个经文，我们是以赛亚书43:18-19。你们不要怀念先前的事，也不要思念古时的事。看哪，我要做一件新的事，现在它要发生了。难道你们还不知道吗？我要在旷野开一条道路，在荒地开挖江河。神再一次的提醒他的子民，他是独一的真神，他过去所做的，他现在还是会继续的更新，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姐妹都仰望他，寻找他，期盼他在我们每一天都在我们身上做新事。好，我们第一首，我们将荣耀归给神，圣哉圣哉万王之王，圣哉圣哉圣
是酸逊，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有人在问信什么，然后我们就信什么。全能的神天父，我相信圣子耶稣基督，我相信生命永远同在保护，算你真神一同低头祷告。圣哉圣哉圣哉，全能大主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唯有你配得我们敬拜和尊崇，我们高举你圣名直到永远。三一真神啊，我们赞美你，愿我们每天宣告全能伟大的父是万物的创造者，你对我们的爱是那么的深，
竟然把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也赐给我们圣灵的同在和保护。主耶稣，感谢你，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使我们有能力胜过罪恶的枷锁。在我们人生所走过艰难的路上，你必牵着我们的手，与我们一同度过。主啊，我们在殿中一切的敬拜赞美，求主你逾越恩高你的仆人王拔磊长老的口，敞开我们的心，领受你的道，坚守信心的宣告，全心敬拜你，一生跟随你，见证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今天共读的圣经箴言29:19，没有启示，人民就没有发迹，遵守律法的就为有福。好，接下来宣读的那个经文都在这里，这是神的话，愿我们放在我们的心。今天的我要接下来就是一个真道，真道我们邀请到，很荣幸的邀请到新加坡圣经公会华文事工主任白石磊长老，王白磊长老 ，sorry， 来我们当众证道啊。早年他毕业于新加坡大学，还有香港的那个中国神学研究院。他在新加坡的弟兄会福音堂侍奉，兼任神学院讲师多年。他今天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2023年的意象。好，我们有请王长老。Yeah. 我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爸爸给我起的名字那么怪？后来我想想，可能的原因是，我哥哥是王白石，齐白石你认识了哈。我哥哥是王白石，那我又排行第三，所以那个石呢就变成磊，就变成三个石头。我就告诉同学，特别是告诉陈牧师的那一班新神的同学，我说你千万不要把我的名字哈，我的黑白的白改成千百万的白。什么时候你把它改成千百万的百的话，我就要罚你写500次，把我的名字写500次。因为你百上加金，我三个石头已经很重了，你再加上这么多三，再乘一百，300块石头加在我的身上是承担不起的。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早上能够和大家一起来思想上帝的话语，谢谢陈牧师的邀请和各位长老执事们的安排，让我能够在这个农历新年的前一个星期和你们见面，这是很荣幸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先在这里跟恭祝大家这个新年，广东话不叫快乐的，广东话叫快乐的话就很惨，是快快乐啊，快乐快快乐，好吗？还够吗？所以他们不改了，他们都改了，他们不叫新年快乐，他们叫做恭喜发财的。好，不了哈，我还是要恭祝大家新年蒙福啊，新年蒙福，也让我们身心健康啊，我们属灵里面活泼，那么我们可以有力量来侍奉上帝，因为我们知道做基督徒实在是上帝的恩典。我一直在想，如果上帝不是拣选我的话，今天我不能在那里去了。所以我真的是体会到是上帝的拣选，让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让我们可以在主的爱里面成为一体，这是主何等美好的安排。我们先低头祷告。圣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恩待了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新春要来临的时候，使我们能够团聚在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当我们把你的话语打开，我们一起来诵读的时候，我们就求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帮助，成为力量，成为提醒，好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走得更好，更讨你的喜悦。我们如此交托仰望和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箴言二十九章十八节说，没有启示，人民就没有法纪，遵守律法的就为有福。这句话很简单，没什么太特别，而但是呢，是一句千锤百炼的一句话来的。没有法纪，没有启示，没有上帝的默示，没有上帝告诉我们要做什么 的话，百姓呢，人民呢，就没有法纪。最近我一直在读这个历代志上历代志下，我读到历代志下的时候，我更发现到一件事情，当人们没有了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大家都乱了。不但是平民百姓乱，连国家的领袖，连君王也乱。所以我心里面一直很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个国家，虽然我们这个国家不能算是基督教的国家，因为我们的确也不能够算是，因为在我们的国家的里面还有许多人还没有信主的，但是我们很盼望的做基督徒能够在这个时代呢兴起，为了上帝的缘故我们做事情。做什么事情呢？你说我们该为上帝做什么事情呢？拿布条示威？那、no, 这不是我们基督徒该做的事，那也不是早期的教会的信徒或者是圣徒们他们安排他们要做的事。我心里面一直觉得圣经里面很特别的，就是彼得也好或者保罗也好，在他们的教训的里面从来没有说我们可以革命，我们可以革政府的命，我们可以反抗政府，从来都没有这样说的。你要知道哈，不论是彼得也好保罗也好，他们所处的时代啊，是罗马政府的强权，很强大的，而且是很不守规矩的。他们相信什么呢？ Might is right， 武力就是公义，这是他们所相信的。但是保罗和彼得却是告诉他们说 No， 完全要顺服在上帝的话语之下，完全顺服上帝，以至于可以顺服政权政府。我想今天在我们新加坡的人来说呢，很不舒服的听了这句话，对吗？哪有这样的道理？我们啊，你都收到 CDC 了，对吗？收到政府给你的那个的300块钱啊，谢谢，300块钱的那个，我应该叫什么红包？昨天我去逛街的时候，看到很多人都用了这300块钱的红包去买东西的，但是有的人总是很不爽的。政府给我们300块，接下去什么？要我们付3000块。政府抽税抽得很厉害的，对吧？政府又开始是贴这个，然后给你一些给你鸡肉，然后要你鸡腿。我们都在对政府反抗，还好是新加坡，如果在马来西亚的话，马上就要被抓进监牢里面去。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面对这个社会，面对这个时代呢？特别来到2023年的时候，我一直心里面很大的感触，不论是马来西亚也好，新加坡也好，我们都在这个每一年哈都有选一个字，对吗？叫做自述一年。那新加坡的和马来西亚的就是那么特别，就是今年都选了一个字，这个字叫做涨，涨价的涨，什么都在涨，涨涨涨涨涨，一直都在涨，什么都在涨。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我们新加坡还有没有前途呢？这个地区，这个国际还有前途吗？我们发觉到真的是来到一个地步很乱了，乱那个时候我们心里面在害怕到底要怎么样做。所以很多人在过年开始的时候呢，总是去用一个方式去想大概明年要怎么走，我们要看意向，我们要看意向。所以呢，我就用了这样的一个方式和大家思想2023年我们该做什么。我们先想一想，就是这个意象本身是什么意思呢？
意象本身呢是一种的方式，这个方式呢就是人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预先希望啊，预先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么可以做好准备去面对，是吗？哦，你会发现到有很多人呢、啊，很多人还没有信主的，他们到山上、到海边、到神庙去求、去看、去打坐、去静默，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呢，就认识说前面可以怎么走。那么也有人呢，希望做梦，梦我们大家都做了，有的是好梦，有的是坏梦，有的人就做了梦了之后，就一直在想昨天晚上的那个梦啊，到底是有什么真人在启示我啊？我们用这样的方式，你们没有反应吗？我说我们的时候呢，你应该心里面说 no， 不是我，因为我刚才一开始就跟大家说，这是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去求。我不晓得你求吗？我不晓得你对于这个前途是不是找真人啊去帮你呢？今天早上我打开报纸的时候，我发现到一个人姓陈的，这个人呢叫做算命大师啊，在新加坡的算命大师，他就给我们看见，哇，今年的运程是怎么样？你是笑什么的？笑什么的？那你的运程是怎么样？是怎么样的？是不是？我们在寻求这样的方式吗？各位，我再说一次，这是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寻求前途的方式。但是你和我呢？你和我呢？我们都是信主的人。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没有末世，没有异象，没有启示，名就放肆，名就放肆。而且这个方式是没有法纪的。法纪是什么意思？法纪是政府规定的，国家规定的该遵守的事情，该做的事，也是一个道德的标准来的。然而当人没有了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呢，那个最糟糕的事情是什么呢？大家喜欢你做了，喜欢你怎么做，苏格里做啊，爱做什么都可以。那这个是怎么样呢？今天我们看见了很多国家的事情，我们看见去年2月24号，你晓得发生什么事情吗？有一个很大的国家叫做俄罗斯的，他就开军进到一个小的国家里面去，叫做乌克兰的。然后呢，他就用很多的方式去辩驳，去解释他可以这么做，可以那样做。我觉得很离谱的事情，你晓得吗？这个国家呢，是刚才我说过 might is right， 强权就是公理，你的拳头大你就赢了，你的拳头大你说话就大声了，是不是这个样子呢？当人没有上帝的漠视，当人没有上帝的话语的时候，那个结果呢就是一个这样的结果。我说不但是国家是这样子，人也是何尝不是如此的。当我生气的，非常生气的时候，我就怎么样？可以拿刀就刺人了吗？可以去杀人吗？可以吗？这个不是道德的标准来的。各位弟兄姐妹，当人没有上帝的话管理他、控制他、带领他的时候，那个最终的结果就是大家的道德就放肆。你做什么，你都按照自己的喜欢去做，你不在一个什么的标准底下去进行，你的最大的最好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下一句话，这一节圣经的下一句话是什么？遵守律法的就为有福，遵守律法的就为有福。这个是圣经里面讲到的，用诗歌的题材去表达上帝的话语的。前面讲到末世，下边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末世是什么呢？原来就是律法。律法是谁？律法的开始的人是谁？或者是上帝把律法颁布给什么人？我们很明显啊，就是摩西，对不对？摩西在西乃山上，他在山上领受了上帝所给他的律法。我们常常就以为说上帝
给摩西的律法呢，就是那十块，那十条诫命，两块法板。其实不然的，上帝透过在西乃山上四十天给摩西的，不单单是十诫，更重要的就是所有关于以色列人，关于上帝的百姓，他们的生活该注意的事情，该做的事情，上帝把他的律法透过摩西给了以色列人。那当这个律法给了以色列人之后呢，上帝就用这句话说什么呢？如果你遵守律法的，就为有福。有福的人是什么呢？是遵守摩西律法的人。那些放荡的人是什么呢？是没有上帝话语的人。所以你看见这两句话，这平行摆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给我们看见，就是除非人回到上帝的话语的里头，不然的话，他的一生，他的家庭，他的国家，或者整个国际就乱了。亲爱弟兄姐妹，这里你看到了吗？当我们要找意象的时候，不是到山上，不是到海边，不是到神庙里面去，也不是到梦里面去找的。每个基督徒，请你记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要寻找意象，你只有回到圣经里面去才可以找到意象。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就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圣经，上帝的话，不但是我们的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看见前面怎么走的时候，圣经永远是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占第一位的。好，我要问一个问题了，注意听啊，这个问题是，请问你把圣经读了几遍？读过五十遍的请你举手。把圣经读完五十遍的请你举手。没有嘞。三十遍的有没有？也不会有啦。但是我知道啦，有人是很谦虚啦，啊，不要讲罢了，啊。读过十遍圣经的有没有？把圣经完全读过十遍的有没有？好，减价五遍有吗？三遍。哦，讲到现在讲到最后了哈，就在你有生之年成为基督徒这么久，有把圣经读完一遍的，请你举手。有，感谢主，有有有。如果你还不读完一遍的话，我就在想，你做基督徒是怎么样做的？哈哈，对不起。好，我们真的是来到一个地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明白上帝的话语。知道上帝要我们做什么，知道我们新的一年我们该怎么走。所以我就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实践它呢？怎么样去实践呢？每天我这里给的两个建议啊，每一天你读四页圣经就好。我刚好看到在讲台这里呢，有一本这样的圣经，是你们聚会公用的圣经吧，啊，聚会公用的圣经。哎呀，当我讲圣经的时候，有人手上是没有圣经的，对吗？对吗？大家都在你们的 smartphone 里面，都在你们的这个智慧型手机里面 download 了，所以呢，大概就不能够分多少页多少页哈。但是我老人家呢，还是喜欢用纸质的圣经哈。刚才陈牧师问我几岁，我是超过七十了。超过七十了，所以我不怕把年龄告诉你们。好，所以呢，就是有转，从第一页圣经算到，啊，就是你们手上的圣经算到最后一页的时候是1381页，1381页。好，拿起你的手机除一除，1381除365是多少？我略略算了一下，1381除365是不到四页。365是什么？每一年365天。如果你每一天都很勤劳的，都提醒自己去读四页的圣经，各位弟兄姐妹，你一年之内就把圣经读完了嘞。你没有想到，你没有想到你可以在一年之内把圣经读完。四页是什么呢？我随便翻一下哈，
这个叫做一页、两页、三页、四页。你每一天只是读四页圣经罢了。我一想到这里，我心里面很兴奋的。为什么呢？我从前读圣经的时候，甚至后来我出来传道的时候，一直很挣扎读圣经，我应该怎么读才读得最好。后来有另外一个年长的传道人告诉我说， 他很特别的，他每一年都换一本圣经，都买一本新的圣经。我说读得完吗？你一年可以把圣经读完吗？说可以啊，为什么不能够？我就想为什么他可以我不能够呢？我就试试看，我就把圣经买了回来之后，就算多少页，然后再除365，结果我发现到真的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每天只要读四页圣经，你就可以在一年当中把圣经读完了。我就开始了，我就开始立定志向，上帝说，上帝啊，让我好好的在今年之内把圣经读完。我 就买了一本新的圣经，我说我要像那位年长的传道人一样，就每一天呢就读四页的圣经。而且读的时候呢，我就用了这支笔跟了我很多年了，头都不见掉了啊！四个颜色的笔加上一个铅笔，那么你可以在书局买得到了。我不要告诉你是哪个书局，因为那个书局没有给我广告费，所以我不告诉你了啊，好不好？那你就去买，找一支，要不然你可以，重要的是两个颜色啦，一个是红色，一个是蓝色，那么加一个铅笔。那这种笔呢有个好处，红色呢你就把圣经里面凡是有警告的啊，警告你不要做，或者是告诉你可以做的，那么你就用红线就把它画出来。如果有什么安慰的话，你就用蓝色的线啊把它画出来。那么这个铅笔做什么的呢？铅笔就是说你有问题的，你不明白不清楚的，就把它圈起来。那你如果你这样读圣经的话，我告诉你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我自己的经验，就是你这样读的时候呢，你真的是很好的把圣经从头再读一遍的。而且你读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是上帝的警告，什么地方是上帝的安慰，是上帝的特别告诉你安慰你的话语。那么有问题呢就把它圈起来，圈起来了之后呢，可以问年长的，问一些有经验的啊，这个长辈们，请他们帮忙你解答。其实也不然的啦，你上网的时候你已经查到那个答案在哪里的。那各位弟兄姐妹，你就发现到读圣经原来是这么有趣的一件事情来的。读到一个地步，你心里面越来越欢喜。为什么呢？你每一年更新你在上帝的话语当中的那个的亮光，每一年的更新，你就发现上帝呢是一位活的上帝，他给你的圣经的也是活的一本书来的，你就可以读的，可以好好去读。所以呢，各位弟兄姐妹，你不要浪费时间，好好的每一年读圣经。我后来呢，我在读的时候，我就发现到我读了四页，我就在这个脚下边哈，就在这个页的脚下边，我就写下今天的日期。比如说今天是1月15号，23年，对，我就把它用铅笔先写下去。那我就发现到，我慢慢读的时候呢，这本圣经哦，原来我读了好多遍呐、所以我很开心，因为我一直在读，重复读有一个好处啊，也许撒旦会告诉你说，不要去重复读上帝的话了，你今天读就忘记昨天，明天读你就忘记今天，是吧？你会碰到这样的问题的。但是我告诉你，你只要常常读，每一年都读同样的那一节圣经的话，我担保你，那节圣经就在你的生命里面发生果效的。有谁记得他家里的电话？有谁记得你家里的电话？我的家啊，哦，那很好，你常常打电话回去给老婆、啊、给太太，对吗？所以呢，你才记得家里的电话。如果你不常打电话回家的话，大概你就不记得电话的。我自己没有打电话给我自己，所以我的那电话号码我要想很久，我要想很久才想得出我的电话号码。同样的，读圣经也是这样，你重复读的时候你就记得，
你不重复读的时候你大概忘记了。最近我到我的孩子的家去，有人就问我说，你的孩子住在哪里啊？我的孩子住在哪里啊？我只知道他住在 B3 啊，哪一个 block。 哇，你不要问我这个了， 我带你去就是，如果你要带我去孩子的家，我带你去就是了，对吗？我们都有这种的问题，都有这种的现象。那同样的，读圣经也是这样的，你常读，你一直不断的复习去读的话，圣经就成为你生命的里面可以常常让你记得的话语来的。但是如果你不记得，你十年才读一次的话，恐怕你很难去记得上帝的话。圣经需要我们去读，圣经需要我们重复的去读的。所以我在这里呢，跟大家挑战，明年如果陈牧师还请我过来的话，我就要问你了，你有没有读完一遍圣经了？可以吗？可以吗？我希望你可以做得到，不多，对吗？一天只是4页。我记得我开始读的时候，那4页呢，是读了20分钟的，哇，读得很辛苦。后来我慢慢读得快一点的时候呢，15分钟就读完4页。因为我知道说啊，这两页的圣经，这4页的圣经要告诉我什么，那我就进到一个地步呢，去默想上帝的话，让上帝的话就在我的生命的里头就发生果效的。各位弟兄姐妹，我再说一次，我希望大家能够有这样的毅力，靠着上帝给我们的恩典，靠着圣灵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在今年的里头把圣经读完，行吗？求主加给我们力量。点头的人记得一件事情，你要写下来，写下来，我今天答应长老要好好的读圣经，每一天读4页， OK 吗？其他人没有点头没有反应的嘞，为什么？好像不太愿意学是吧？不是啦，好像大家心里面都有数，我要立定志向，向上帝来交代我这个基督徒我应该怎么好好的读圣经。好，这是一方面的。第二方面呢，很有趣的事情，箴言总共有31章。我们也知道箴言是上帝透过所罗门王和其他的一些的作者把它写成的。31章很好，对吗？31章更好，正好是每一个月的月份里头的每一天，每一天都有每一个月都有31天，当然有的是30，有的是28，有的是29了，但是总的来说是31章。今天是1月几号？1月15号，你就从箴言15章开始读起，你不要去读前面的了，不要去读前面，你就从15章开始读起了。明天16章、17章、18章就把它读完，然后呢，下个月就从头开始了。哦，下个月是什么？2月是28号，那你就不要紧了，29章、30章、31章你就暂时放下，因为如果你再追回去的话，恐怕你会觉得很辛苦，你就读到28章好了。3月又从第一章开始读起，1、2、3、4，一直跟着这个年天数来读。我这里给大家看到的是什么呢？有一个弟兄，一个弟兄18岁到68岁，在这些年间，每一天都读一章的箴言，读了50年。你说箴言读了几遍？我这里的数目应该是对的，600遍。箴言读了600遍啊！你会不会觉得很惊讶？当我跟他坐在一起谈话聊天的时候，因为我很久没有见到他了，我就在跟他聊，我说这个人这么奇怪，为什么我发一个问题或者是我提出一个课题，他总有圣经的教导给我答案。我就真的很惊讶，我就问他，弟兄，为什么你有这么多圣经的教导，圣经的原则呢？他说我每天读一篇箴言哦。看到了吗？箴言是什么呢？箴言是智慧的言语，智慧的言语告诉我们为人处事应该怎么做。不论是你是高官，不论你是君王，不论是平民百姓，都可以从箴言里面得帮助得造就的。
我就开始读了，因为他这样说我就开始读。我读了五年，我发现到诶很特别，我的脾气没有像以前那么凶，我的脾气没有以前 像以前那么凶，我做事情也没有像以前那样冲动，因为我常常都在就在我侍奉在以往的侍奉当中都碰壁的，都遇到很多挫折。我总是觉得上帝，我埋怨上帝，上帝啊，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为什么都是别人不好。现在我读了圣经，读了箴言，回头想起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很多时候是自己的问题多过于别人的问题。这五年来我在圣经公会的侍奉，那些同事同工们也挺可爱的，有什么的事情，特别是属灵的事情，总是爱找我。然后我就说，嗯，为什么你们这么喜欢找我呢？他说，长老，因为你常常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我说，不是我的功劳，你只要你勤劳每一天读一篇箴言，读一章箴言，你就有这样的功力在你的生命当中去得帮助，去造就别人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也在这里鼓励你每一天读一章的箴言，你多读箴言，你真的能够从箴言当中找到上帝的智慧的话语。好，我再给你第二个挑战了，可以接受吗？可以接受的话，你就是每一天读四页的圣经，每一天读一章的箴言。箴言有的时候很长，三十几节的哦，你说哇，怎么可以一次过读完呢？你就分段读吧，早上可能读一段，下午读一段，晚上读一段。我箴言好多时候是搭车的时候读的，哈哈，给你这个秘诀吧。每一天搭车上班下班，我从我家到工作的地方15分钟20分钟的车程，我就上车了不久，我就开始读箴言了，祷告一下，上帝啊，我现在读箴言哈，求你帮助我，不要给我专心的读，不要让我能够，不要让我分心，就开始读了。当然我不能够捧着我这本圣经了，我还是用 smartphone 的就在车上用 smartphone 去读圣经。那读下来我真的是体会到上帝的话语在我心里面真的是可以是扎根，而且是让我的属灵的生命成长的。弟兄姐妹们，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可以不开始，你不开始的话永远不能够开始。不要等，不要等，求上帝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提醒我们常常好好的去读圣经，让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找到宝藏，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帝的智慧，我们更可以知道上帝要我们的，要我们做的是什么，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好好的读圣经，让圣经成为我们的这一个属灵生命的成长，让我们透过读圣经更加明白上帝的心意，知道上帝要我们做什么。这个就是2023年的意象。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圣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再一次恭敬地将自己交托给你。我们知道我们不行，我们知道我们软弱，我们知道我们有限，我们知道好多时候都有外在的环境打扰分散我们的心思意念，可是当我们回到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当你的话语打开的时候，我们就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帮助，得到造就，得到提醒，从而可以知道你的心意是什么。因此求天父上帝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在你的面前得恩，使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学习渴慕你的话语，如同鹿渴慕溪水一样。我们愿意你向我们施恩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因为常读你的话语，我们的属灵生命得以成长，我们就更像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加添我们的力量。如此祷告感恩交托，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弟兄姐妹。
谢谢王长老的教导、哦其实我是觉得真的是当你立志的时候你真的会实现，然后我自己觉得就是在读圣经的时候我有这个经验，有一次我扭伤我的腰骨、哦、突然有一句话就出来了，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哇，当我醒到的时候那一刹那整个身体都好像软起来一样，因为在担心为什么常常闪腰啊，这我的腰骨不是很好吗，我的姿势也不是很好，所以我就觉得是说哇，这样的一个东西，原来神的一句话进到你的心的时候加上圣灵的帮助，原来他就能够医治我们。然后 那一刹那的那句话进来之后，我第二天就是说我本来打算去看医生，我完全都没有痛了。然后呢 我在我的一个到现在的一个经历到现在还没出现过闪腰，不然的话以前我是一个或者一年大概两三次就会闪腰，是一个小小的动作就会闪到腰了。所以这个真的是感谢神。也在去年的时候我在立志，我是觉得是说读神的话已经觉得很枯燥无味，哎，真的很没有，就是说看不到什么东西。然后我就立志，刚刚就是香港的那个剑道神学院他有公开的一些课程，只是我晚上参加，然后就他就有老师来教我们，我就参加，定下了四年，他是四年把每一卷圣经都完全的教导我们来研读。当我立志这样的时候，我就感谢神，他一直催逼我，不用我自己去怎么样去寻找的，他就会把机会放在我们当中。所以真的是弟兄姐妹，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就是有福，因为我们在每天的生活我们真的面对很多的挑战，我们需要神的话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还要在我们的人生路上喜喜乐乐，在我们走到终结的时候，我们神也会怎么样去安排我们不知道，可是神一直的圣灵帮助我们。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立志，好像王长老给我们的提议，一天读四页，只要我们付出时间，你会发觉时间是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好，我们也谢谢王长老的一个教导。然后现在是奉献的时间，让我们也预备我们的心来回应。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做一个奉献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你今天的教导，让我们知道，打开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你在教导我们，无论我们的性格，无论我们的品格，无论在我们的生活上的遭遇，你都愿意的启示我们，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他立志的时候，你就帮助他们。天父，感谢你，因为你是主宰万有，我们尊你的名为圣。神啊，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提醒我们要回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尊你为大，我们要专心的敬拜你。当我们专心敬拜你的时候，就有神迹在我们的面前。所以主啊，求主你与我们同在，感恩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现在我们满恩满献上我们满怀感恩的奉献，求主你悦纳，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接下来是请陈牧师。啊，不错，感谢主，感谢主什么？感谢主，新年要到了，红包包好了没有？我也是还没有包。也感谢主，我以为啊，今天会人数少一点，哎，不错，挺多人。我们感谢主好不好？坐直一点，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是的，弟兄姐妹，感谢主，希望在新的一年，我们不止努力来敬拜主啊，不要随便停止聚会。更让我们也借着今天讲师王白磊长老所教导我们的，真的在上帝面前立志好好把圣经读完。真的勒，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哦，上帝的话哦都没有读到一遍呢，丢脸勒，会吗？哦，哎呀，不用啦，我有心就好，拜托啦，哦，真的要用心呐，用心也要有行为，所以让我们立志好不好？呀，新的一年，就是农历新年也要来了，我们立志。可能我们没有办法读到四页，开始四页，后来三页，最后一页，最后零页，没关系，至少我们愿意努力哦。然后我们在小组里面什么，我们彼此互相鼓励哦。见面的时候不要整天假爸呗，怕僵呗，对吗？打针了没有？吃饱了没有？问一下，读经了没有？哇，很压力哦。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再一次欢迎所有来参加聚会的弟兄姐妹，也欢迎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彼此招招手啊，左右看一看啊，呀，彼此问候一下平安呀。然后下来就是我们这个来临的星期三是我们的英语的祷告会，是在线上的。所以凡是听得懂英语的就可以来线上参加。1月18号来临的星期三，8点到8点半在线上。然后第三个报告是我们的社区服务，在来临的星期五下午3点到4点半左右，在 PR01 我们的一个学生，不是我们的，长老大会社区事工的学生中心举办儿童活动，希望有负担或者想要认识更多的对这样的一个服事愿意参与或者认识的弟兄姐妹可以跟我联系。然后下来是有关洗礼，很快哦，圣诞节过了，我们另外一个大节日就是复活节，有意在复活节主日4月9日接受成人洗礼、幼习、兼信礼或者转会的弟兄姐妹，可以向潘牧师或者向我来报名。洗礼班就会在2023年1月15日开始。昨天我们有几个参加我们长老会、长老大会、华文堂会的一个AGM， 就是每一年一次的这个议会啊，就各个堂会有做报告。其中有一个教会报告，他们去年的圣诞节儿童洗礼22位，哇，我听我的口水都流下来了，
22位，即便我以前在恩泽堂都没有儿童洗礼这么多，最多不是10位。后来我想想，为什么这个教会这么多的婴儿洗礼？因为这个教会是他们是做学生工作的，所以他很多刚刚结婚哦，所以就大概是王平老师那个教会叫什么？真恩教会啊，在那个长老会中学里面的那个教会，所以我相信他们一批两批啊都在结婚生孩子，所以22个婴儿洗礼多旺哦。希望我们再继续努力，我们在教会不管是婴儿幼洗，不管是成人，不管是转会，不管是坚信礼，上帝把这些得救的人数多多的加给我们，我们要一起努力。下来呢就是单语崇拜，本来我们每一个月的第三第四个主日是单语崇拜，但是因为这个月呢一月就是下一个主日，本来是第四个主日，刚好是新春感恩双语崇拜，不是下一个主日，后一个主日，下一个主日哦，下一个主日就是大年初一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必须联合哦，所以是一个联合的新春感恩崇拜，所以这一个月的单语崇拜只在这个主日今天举行，所以这里是华语的，讲英语的，听英语的崇拜在父堂。下来春节聚会的活动有三个，第一个就是感恩崇拜，就是1月22日主日的崇拜，就是下一个主日，注意哦，是早上9点，10点你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大概跟你讲一个新年蒙恩，我们大家就要去拜年了，所以记住下一个主日崇拜时间几点？9点，不要10点来，9点开始，让我们在庆祝新春的时候带一颗感恩的心来到上帝的殿来敬拜他。那因为是大年初一，所以我们是暂停午餐的这个午餐的爱言还有小组的聚会，所以下一个主日9点崇拜，崇拜完没有得吃，回去拜年自己解决午餐，然后小组聚会也暂停一次，让大家跟亲友拜年哦。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主日学的庆祝活动，是在1月29，也就是后一个主日举行。欢迎弟兄姐妹邀请12岁以下的儿童参加，你有亲友哦，带他们来参加哦。在主日学详情可以向慧娟姐妹或者陈牧师来询问。然后1月29，应该就是大年初八哦，初八。捞起我们崇拜完10点崇拜，崇拜完之后呢，我们午餐的爱宴会捞黑哦，哇捞啊！那一般人都讲缓啊，我们也要缓哦，为主发光缓啊哦，然后希望教会旺起来哦，真的希望人数加增，大家的灵性更加的扎根呀。所以1月29午餐我们有捞起的庆祝活动，然后。其实1月29日我们的讲台也有福音性的布道性质，所以也请弟兄姐妹邀请亲友还没有信主的来参加，然后继续也留下来跟我们一起捞起哈。然后第七个报告呢是崇拜组，崇拜组要招兵买马了哈，崇拜组需要音乐跟歌唱的侍奉者。这2年多的关哦，就是新加坡政府的一些政策，因为 COVID， 我们每个人的声音哦都缩了哦，不太能够唱。我也发现我不太唱歌的时候没有气哦，要练气哦，声音不太够，所以我们一直在用 YouTube 哦，再加上我们的人手有限哦，所以这一次呢，崇拜组 Elder Susan 呢，他就要招兵买马了。他要训练有音乐跟歌唱的恩赐跟负担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有一点恩赐或者也有一点负担，那你可以参与，不用担心，我们长老还会筛选的，
不是谁都可以上来领唱，所以他也会除了筛选之外，他会给予训练，所以也不用担心，只要有心，有心最重要，有心在这方面服侍上帝。所以请向潘明芬 Elder Susanna 长老来询问这个详情。好，这个时候我们进入我们的公祷的时间，请弟兄姐妹继续坐在你的位置上，但是精神 保持清醒、不要进入睡眠状态，就为着今天我们听完这篇道，我们在上帝面前的领受，你给你自己一个回应，跟上帝回应。上帝借着讲师告诉我们好好读圣经，你有什么回应？哎呀，不过就是一篇道嘛，听了就算了吧。你跟上帝回应吧，你是这样的回应吗？还是你跟上帝说，讲师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些的方法，我要怎么样来回应？期盼我们在上帝面前立志，我们为这件事祷告，也为着来年，就是今年，我们教会的一些传福音工作，我们自己个人要怎么样来回应，参与更多，还是像以往一样照样不闻不问？另外就是我们对小组的活动、团契的活动各方面，让我们在上帝面前立志更新。每一年我们都希望我们的薪水加，我们的其他方面都加，我们的收入能够增加，那我们的灵性生命有没有来到上帝面前说，我也要增加那么一点点或者一大步？就借着这一段时间跟上帝立志，然后我做一个公祷，我们安静的在上帝面前祷告。天父上帝，你都听到我们每一个人从心里发出的声音。天父上帝，你从来不轻看，不管是怎样的一个励志，主啊，愿我们加密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尤其是华语崇拜今天听到讲师的呼吁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不止耳朵听到，让我们的心也听到，让我们知道你的话真的是我们脚前的灯，脚前的光，路上的灯。让我们真的立志，愿意每一天花一点点的时间。父，我们花很多时间在看电视剧，我们花很多时间在工作，我们花很多时间在做家务。父啊，让我们立志今年在你面前说，帮助我们花一点点时间好好读你的话，每一天四页的圣经，每一天一章的箴言。主，帮助我们，愿你的话真是进入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坚强，更加的蒙主悦纳，更加的像主耶稣，好叫我们面对所有的挑战，所有人生无法预知的挑战的时候，我们有从心里面发出来的灵力来面对这一切，并且胜过这一切。天父，向你祈求，为着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为着在荧光幕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个新朋友，都仰望给主，让我们在主面前立定心志，读主的话语更加的认真，更加的用心，参加主的聚会更加的用心出力，为主传福音更加的努力，
好叫我们个人的灵性更加的长进，教会也因着我们灵性的长进得到有美好的果效。天父，谢谢主，早晨我们能够一起敬拜你，进入我们的心，让我们更有能力来跟随主。谢谢主，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现在接下来是我们一起，大家起立站，让我们一起唱《棕榈诗》，之后我们请陈牧师祝福。但愿我们每一个都能够渴慕神的话，成为我意象。求我心中上帝的祝福。愿我们大家明白，没有启示人民就没有发迹，遵守律法的就为有福。愿你们立定心志，从今年开始好好读上帝的话，遵守上帝的话，福气必定永远跟随着你们。又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激励和催逼，常常与你们同在，从今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请坐，崇拜结束，我们默祷之后散会。Thank you.